哎呀，好久没有装防扇了，今晚又装几个防扇笼吧。哎呀，放在这里这么久了，有几个啊？一二三四五，六七个。 怎么这么紧呢？哦，这泥鳅都钻进来了。哎呦！哎，别跑，别跑！两个了。哎，这个上面这个盖了没有？这个先。 哎呀，好了，今晚的装七个，<笑>那边放一个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好。这个桶肯定要，绑上去要大条一点嘛。哎，吓我一跳。<笑>靠那脚，这样放。对。 中午也，太高了，太高，嘿嘿嘿，那么深呐，那不行不？ 干嘛呀？干嘛？啊？回家了。嗯。你懂？嗯，大家，让你也不忙，来，大家看。嗯。来。来，这个就叫你放一个，放个笼子去。哦。 喂喂，哪里人呢？哪里人？哎哎，哎，这个就放爷爷鱼塘里了。 这里放一个，这里好深呐、啊，还剩一个，放上面，哇！ 这里还不好出去了，你那边是？哎呀，现在是最后一个了。哎呦，放这里可以了。哎，好了，就等待明天。 收获大网上，哈哈。呀你！我被哎呦，让你让我，让我，我以前没被人来，我有嘛？干嘛了？来我路，红梅二路。 鬼啦！
哎呦，抓到了！这个黄鳝跑哪里去了？你怎么讲啊？乖妹呀、啊！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个抓到喽！这个抓到几条？哎呀，一大早过来修黄鳝笼，我以为没有抓到了，你看它跑到这上面来了。哎呀，都抓到了！你看，哎，这是壁虎来的，我以为是黄鳝笼。哇，把它放着放着。我以为是黄鳝笼，它干嘛跑进去了？这个，哎呦，抓了两条，哎，三条，哎，你还跑？我看你跑，哦，这个龙可以，啊，这条比较大了，你看，这条都可以了，哎，老黄。你看不抓呢？看这一个，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抓到。你有没有收到啊？没有收到，我们看得好仔细了，我以为又有了，都没有。哎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一条，它还没有上来。你看，这条。哎，这个注意看的鱼塘的黄鳝可这么大。是啊，我看这个好一些。哎，这个还有的，哎，这个也有，也有啊，也有一条，你看，哎哎，这两条还可以哦，哎，比较大吧，也不算大，这个，刚才这一条还大一点啊，刚才上面，这个不要看好一点啊，可能还在里面，是要看好的，这个也有一条，你看。哎，怎么没有呢？没有看好，看来它没有上去的。要看好点哦。嗯、没有了，应该。不知道。到刚刚已经看过了呢。上面还有一个啊，是啊，哎呦，你看，好滑的，哎，你看，六点多，哎，堵在哪里？堵在哪里？最大的就是这条。今年我觉得不错了呀，哎。给那里压住，好的。上面还有一个，去看上面那个。这是最后一个黄鳝笼了。来看看这个，这个收个大收获的可以了，搞一条大的出来。哎，有点重哎。大货。这条比较大的，等下这里。可以。哇！我靠，这条，哎，这条最大的哦，还可以。这条最大的，你看，哈哈，这条可以哦。这条你看，我们装了几个笼啊？好像七个笼啊，七个有七条。七条一个笼，平均一个笼才抓到一条。你看，哎，老黄你来抓，
这个好滑的，你来抓。他不抓这个的。哎呦，你看，哇，这么长啊！好了，哎，哎呦，现在把防鳝笼放在这里，下次我们要放。今天收获还可以，你看，这两条是最大的。哦，放了七个笼才抓了七条，算不错了，一个是、啊、平均呢。哎呀，今天早上的收获还可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有喜欢我们视频的点击加关注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